的快乐大巴，掌声欢迎小嘉宾登场。嗨，大家好，欢迎。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三个小小朋友啊，他们都是非常可爱，而且呢身怀绝技，一会儿呢向大家一一的展示。那这样，首先呢我们先来一一的认识一下他们，从一号开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做个自我介绍，看前面。大家好，我叫宋逸文，我今年三岁了，我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女生，希望大家支持我，给我投票，谢谢大家。来，小伙子，看前面，大声介绍。大家好，我叫李清日，今年我三岁了，我身高95，体重14公斤，谢谢大家。你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啊，果然。你看前面啊，你看有那么多人，你大声告诉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预备，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三号小朋友名字叫做宋一锦，今年几岁了？两岁10个月啊。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三号小选手。今天呢，可能我们这个整个录像过程之中会出现不同的状况啊。那个你们仨听说都带着自己的愿望来了，能说一下吗？你的愿望是什么？要跟小钢琴。要钢琴。好，你的愿望是？得到汽车。反正汽车啊，遥控汽车就行。别的都能。就你能开的那种遥控汽车哈。嗯。三号金豆哥，你负责让他说话。我帮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了，他不好意思。对呀、啊，你看你就吭声，对不对？我们小兔，我说你喝水吗？他又不吭声。对呀、啊，你告诉我们大家你的愿望是什么？你想要什么？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想要一条《冰雪奇缘》里面主人公的公主裙，对不对？加油！来，亲爱的朋友们。三个小朋友已经介绍完自己了，那么下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旅程了。在我们出发之前，还是要把掌声送给七彩风铃大乐队，感谢他们带来美妙的音乐，感谢你们。快乐大巴马上出发，快乐大巴，五八八八，来吧。宋逸文今年3岁了，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生。为了参加快乐大巴，为大家表演最精彩的节目，她可是摩拳擦掌，刻苦练习，认真学习，精心准备了好多节目。希望大家为她加油吧。掌声都是送给一号宋逸文的。你好。长得真好看，我发现小朋友真是年龄小。就不说话，往这一站都是戏。今天呢，他来给大家先献上一首有教育意义的歌。什么歌曲？就是小朋友一定要做好自身的保护的这么一个歌，名字叫《我不上你的当》。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给你糖吃，你跟叔叔去玩好不？不上不上，我不上你的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不上不上，我不上你的当，我管你就是传说中的大灰狼。我不上不上，我不上你的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不上不上。我不上不
个小宋今天来到这，主要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特别跟小朋友讲一下啊。嗯。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嗯，其他不太熟悉的人的话，不能跟他们走，要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妈妈到幼儿园接你，跟不跟妈妈走？如果爸爸来接你，跟不跟爸爸走？如果奶奶来接你，跟不跟奶奶走？如果爷爷来接你，跟不跟爷爷走？如果你在幼儿园上幼儿园，下放学的时候我来接你，你跟我走吗？黄伟哥哥来接你，你走吗？能够和黄伟哥哥走吗？不能。孩子，不能就不能，弄得我很紧张。这样，啊，乐哥，哎，我觉得小朋友现在是希望能够赶紧再唱下一首歌。哎，我觉得也是。再演一个什么节目呢？红灯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红灯记。红灯记来。天有不相人，可他比相人还要低。爷爷和奶奶齐声欢喜的这一句好妙啊，我也能看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你演的这是什么人物吗？宋一文。他演的是宋一文。哦，我知道，就是你这身装扮，你知道你演扮的是谁吗？他叫一姐妹。对了，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拉住了我们两个人的手，跟你商量个事情行不行？好的。那有好几个座位，咱到那儿坐一会儿，看看二号小伙子的表现好吗？好的，来。李庆玉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着实让人喜爱。他今年三岁了，身高95厘米，体重14公斤，给我们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绝活，保证让你大开眼界。马上去看看吧。你好，李清玉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带来了葫芦娃和小放牛，就是那七个。我小时候特别爱看那部动画片。啊，我小时候那动画片还没出来呢。最爱看那个动画片。你小时候最爱看那动画片啊？嗯。你小的时候是几岁啊？我小的时候我就3岁，大的时候就4岁。他现在几岁？3岁。孩子，要不然咱唱啊，葫芦娃呗，葫芦娃好不好？不，嗯，来，掌声欢迎。3、2、1，唱。人家是经过排练的，容易吗？哎呦，还给自己鼓上掌了。听说你特别了解葫芦娃是吗？嗯。葫芦娃一共有几个兄弟啊？有7个兄弟。他们七个人的本领你都知道吗？知道。老大是什么本领？涂伤悲。涂伤悲。涂伤悲。老大涂伤悲。老大涂伤悲。老大金刚葫芦。对对对对对，宝贝儿你得看着啊。老大，宝贝儿看清楚，老大是，嗨。老大是嗨。老二是呼嘿嘿。老三是嘿嘿嘿嘿。老三是嗨嗨嗨。
老四是老五怎么办？老五一个吐火，一个吐水，吐水，哎，特别好。那问一下，老大是什么来着？记得吗？老大是哎，自己来一遍。老二是嘿，哎哎，漂亮。老三是。老三是金刚铁骨号，金刚铁骨对对。老四，老四一把把妖怪打出水，对。老四是喷火的，老五是有区别，喷火的是喷水的是有区别。哎呀妈，口水流出来了，太可爱了。老六，我都想不出来。想不出来，我个人感觉今天表现算很好，挺棒的了，已经超过自己平常这个表现了啊！咱们掌声送给他啊，特别好，鼓把劲，大家都特别喜欢你。你刚才聊的鼓掌，你能再给我们唱个歌吗？能，再唱一个小放牛。好，现在小放牛，音乐起。三二一，唱。小时候生来龙摆手，二汉干什么的？什么人背着长衫走？什么人随着年龄不一样？二号小选手呢？长得就特漂亮，对吧？而且刚才古怪的感觉看出来了，还聪明。告诉大家，他还是小演员，演了很多戏。现在这样，我设计一下剧情，宝贝儿，你看着。我在剧里边是你的妈妈。我是妈妈，孩子。我是什么人？你是爸爸。对。然后妈妈出国两年，你好久没见着我了。你见到我之后就很想念我，跑过来搂住我的腿，然后就喊妈妈，我想你好吗？这就是剧情啊。咱们现在已经到机场了啊。现在机场、啊、来，现在已经8:20了，你妈已经取完行李了，走。宝贝儿，快看，快妈妈的。Thank you。演的真好，你看。最重要的还是要留头，脸得冲前让拍的。哎，我只能自然而然的把脸冲这边。来，掌声欢送二号，表现特别好。宋一锦，小名叫依依，今年3岁了。依依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才来到了快乐大巴舞台。她的梦想是想要一件和《冰雪奇缘》里的姐姐一样的紫色拖地裙。为了得到这条漂亮的裙子，她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每天在家里练习表演。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她。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正经八百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对。这个演节目好不好？好。演什么节目？小燕子。我发现只要一说演节目，孩子都特别愿意答应。我们今儿来演节目的，我们不是来说话的。小鸭子还是小燕子？小燕子。小燕子，音乐走。很不错的。问你一个问题行吗？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宋一姐。刚刚说了几岁？2岁。行，那接下来再给我们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好。再演一个什么？什么？我的好妈妈。
号。我的好妈妈，小白回到家，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快坐下，请你喝杯茶，让我亲亲你。小燕子的动作是这个，好妈妈的动作还是这个，下一首歌的动作是不是还会这个呢？关键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在每一场录像之前都会准备稿子。嗯，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小朋友第一首歌刚才他唱的是什么？小燕子。导演安排的是雪孩子。第二首歌他唱的什么？好妈妈。他唱的是好妈妈是吗？对。导演安排的是小小的船。第三首我们来听一下，第三首你想唱什么呢？小小的船。第三首导演安排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要表演六首歌曲吗？这是自动加戏的节奏啊。就唱吧，来来，我爱北京天安门。不出所料，哎，他依旧是这个动作。他刚才明明说的是小小的船，结果他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对，我就不能让你猜到是什么。那下一首你要跟我们唱什么呢？小小的船。一起来听一下小小的船。预备唱。小小的船仰朝天，我在注意手型小小的船里，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小小的船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这是一个说唱的节目，它最后是有个变奏嘛。那下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一轮投票。哎，我们看看观众更喜欢今天哪个小朋友的表现。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刚才已经登台亮过相的一号和二号小选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上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一轮投票了啊！三位小家伙他们个个都很机灵古怪啊，很有意思。您更喜欢哪一位呢？请为他们投上宝贵的一票。投票开始。选几号？朋友们，现在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让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今天第一环节谁得到的票数更多。在那边，三个人是并驾齐驱。谁的票最多举手。我都放下，我们看看是不是一号宋一文67票，二号李清玉68票，三号宋一姐65票。你知道现在谁票数最多吗？看一下自己票数最多的请举手。这小姑娘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啊！我说你喝水吗？他又在我头上睡着了。宝贝儿，我们在投票，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对呀、啊，二号，谁赢了第一环节？我。是你吗？嗯。一号。孩子，真的是你吗？嗯。一号，谁赢了第一环节？你这个状况特别好。就不知道，我就来玩来了。对大家特别开心、啊。对。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第二环节，帮帮团要登场亮相。
快乐大巴不做停留，快乐大巴五爸爸吧六爸。来到了帮帮团的环节，那么我们的小朋友呢和他们的好朋友啊爸爸妈妈呢都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了，即将登场亮相。这第一组帮帮团我们刚才看了一眼，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刀马旦，刀马旦就是这个女孩子练的，这个应该是什么女孩子练的这个功夫，特别难的穆桂英啊。对，不是所有人都能练的。对，哎，以前有一首歌嘛，唱的就是刀马旦。刀马旦，嗯，亲爱的朋友们，咱就鼓掌欢迎吧，来。好，那这样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欢迎哥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王志勇。我叫崔荣宇。我叫董兰诺。我叫牛宝通。牛宝通，这个传说中说几个人里边有上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哪一位往前迈一步？你是吧？哪一年的春晚？12年吧。你演的是什么节目？就是翻。是在，我们都是晚上8点开始这晚会，你是在几点出现的？凌晨1、2点吧。你就拿这儿当我们春晚现场好不好？然后你就给我们来再现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真正的春晚舞台上的这个演员怎么表演的。你排练了多久？也就半个月吧。半个月，翻半个月。孩子，宝贝儿，你能不能带着这些哥哥姐姐下面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好吗？现在要上场的是2号的帮帮团。那么2号小朋友呢，把他的好伙伴请到了我们的舞台上，为我们带来韵律操好宝宝。
天蓝蓝，白云飘，背起小书包，花儿开，鸟儿叫，太阳公公笑，勤刷牙，勤洗澡，我是好宝宝，爱妈妈，爱爸爸，我要快快长高。小飞机，纸飞机，一起做游戏，虫虫飞，嗡嗡嗡，蜜蜂在采蜜，草儿绿，春天到，世界多美好，爱妈妈，爱爸爸，我要快快长高。再验证一下你的记忆力是不是特别好？请问老大怎么啦？哦，哎哎，对了，我觉得今天二号小朋友就是一个乖，就是一个可爱，对，一个幼儿园小朋友都特别棒。对，谢谢你们来到快乐大巴，再长大一点也来当主角好吗？来休息一下，再见，拍一下，再见，再见， okay, 来，耶。三号的帮帮团呢特别逗，嗯，为什么？他和他的小伙伴，小伙伴哈、哎，而且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下，比他稍年龄稍微大一点点，大姐姐啊，要为我们表演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叫做特逗，叫做杂技表演，杂技深了，对，杂技、表演什么杂技呢？抖空竹。
演的特别精彩。又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他开始亮相，然后中途仔细观看，然后结尾 pose， 特别精彩。这个叫空竹梦。哎，对。对，你给我们稍微演示一下空竹怎么着就能弄起来。我想加一个最基本的那个抖法，叫名字叫打鼓。打鼓。对。先把空竹带到右手边，然后再带到左手边，一滴了就起来了。啊，再给我们。抖法是右手一定要使劲往上滴了，左手随着它就好。就好了。对，就像打鼓一样，就像打鼓一样。然后在我们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空竹表演艺术大师，你知道是谁吗？不太清楚。我。下面先我为大家表演中国的传统艺术空竹。下面我们要进入投票的环节了，我们用掌声请出刚才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帮忙团。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亲友团的人数比较多啊。没错，那么我们三组呢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您更支持哪一位呢？请为他们投出宝贵的一票。三二一，开始投票。一号、二号、中间三号，对吧？朋友们，我们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但是呢，按照规则先不告诉大家。快乐大巴，五百大巴。要抢玩具了，这个环节是大家非常喜欢和期盼的环节。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掌声请出今天的六组骑士团。马上我们要让全国的观众看一看究竟今天我准备了多少漂亮的玩具。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杰飞和他为我们带来的玩具吧。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把电话打到场外去和场外的观众进行连线。那第一个电话会打到您的家中吗？哈哈，电话号码滚动起来。三二一，停。139快乐大巴2669来自于北京的观众，我们把电话打过去。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快乐大巴节目。黄伟吗？我对，就是我。喵喵，来。喵喵。黄伟哥哥。黄伟哥哥。喵喵，对一下口号，快乐大巴。成功，一到六选一个数字。三号，就三号上。你叫什么名字？李建哲。嗯，德哲，以前有没有过骑牛的经历？没有过。没有，到我小时候骑过羊。你小时候很调皮啊。对，确实。上牛感受一下好吗？感受一下。好的。来，北京的喵喵。你到上面去吗？行了，话筒给我。你想要什么玩具？告诉我们。我想要一只裙子。三二一，开始。上。宝贝儿，他要裙子。他要条裙子。拿快裙子，拿。对，拿裙子。他要裙子。你得让人家先拿够舒服。还真行，真好小伙子。快拿你自己喜欢。
欢的，自己喜欢哪个拿哪个吧。来，这小朋友是骑着羊来的，是一家一家的跑。他的眼睛瞪得有多大？随便拿，拿走，快！这有一个红色马丁车。还不困扰呢，快去快去宝贝儿，快去，爸爸还没掉下来。香蕉，我们会尽快把玩具寄到家里去的，好吗？好，我们挂线了，再见。还剩下两个机会，电话会不会打到您的家中呢？电话号码滚动起来，3 2 1停。138快乐大巴4436，来自于辽宁的观众，我们把电话打过去。喂，你好。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快乐大巴，我是金豆哥哥。啊、我是黄伟叔叔。啊，终于等到你们了，太棒了。终于找到你了，同志。同志，我们也终于找到你了，我们对一下口令好吗？对一下暗号好不好？莫哈莫哈。快乐快乐。他还能自己编。莫哈莫哈，快乐大巴也押韵。哎。孩子在身边吗？孩子要和我们对一下口令了啊！啊，孩子在旁边吗？对，孩子也在我旁边。孩子听说是你们也很高兴。宝贝儿，跟我们对一下口令啊！快乐大巴，快来快来，孩子，快乐大巴，你说什么？我们我大巴，五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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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啊，快乐大巴五八八八五八五八，哎也唱五八五八挺好听的。那咱试一下。快乐大巴五八五八，这个挺好，哎挺好，我们就商量。行行行行，您从一到六选一个数，除了三之外啊，来帮你抢玩具。你选什么？二号，来二号进团。哎，宝贝儿，欢迎欢迎啊！来，我们先来采访一下我们的二号骑士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胡子汉。今年几岁了？今年。6岁半。这旁边这俩人跟我们介绍一下。谁呢？这位是。这位是我的爸爸。那位是我的妈妈。啊。这位是。这位是金豆叔叔。啊。宝贝儿，做准备吧。来，做好准备。3 2 1，上。拿走。哇哦。哇哦。奔跑，宝贝儿。哎，哪个大呢？哪个？快，加油！拿车，再拿。我们飞机，遥控飞机。飞机，拿走。这边有遥控车啊，宝贝儿。我小时候玩弹球，下次我们这也准备点弹球铁圈什么的啊，嗯，让爸爸也来抢一抢，感受一下。对，今天都是遥控车、遥控飞机，实在不好意思没准备弹球啊，那个请您原谅我们好吗？下面请您喊一下我们的口号，然后咱们算这个算一小章节段落啊。好，预备，开始。快乐大巴五八八八，成功，成功，谢谢，整理一下。来，我们拨通第三个电话，电话号码滚动起来。听，153快乐大巴4521，来自于山东的朋友，电话打过去。接呀。
喂，你好。喂，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快乐大巴》节目。喂，你好。您是孩儿他妈吗？啊，我是金靖宇的妈妈。啊。叫金什么？您家小朋友叫金什么？金靖宇。金靖宇。您是给我们写过信是吧？对对，他很喜欢看你们的节目。特别开心。您在山东哪个城市啊？在山东泰安。泰山。泰山。特别好。对，泰山，对。那你好，你家小朋友在旁边对吗？对，在旁边呢。你想跟他对个暗号。好。好。说吧，你说，说吧。说吧。你说吧。你说吧。快乐的吧。快乐的吧。那下面呢？五八八八。回答正确，现场呢还有一号、四号、五号、六号骑士团，来选择一个来帮你抢玩具，你选择几号？五号。几号？五号。五号。五号骑士团。上。来，请请请。德。宇德。德。黄伟哥哥好。黄伟哥哥好。我先问问你啊，宇泽，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女孩。男孩。男孩。啊，这个都有，都是。啊，我是小男孩。我是小男孩。几岁了你？三岁。哦，三岁啊啊！来，我们现场呢，来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伙子啊。自报家门。大家好，我叫贾浩翔。几岁了？我七岁。来，爸爸妈妈，孩子做准备。做准备。三、二、一，开始。走。抱起来走，漂亮！哎，这爸爸不错啊，很稳啊，骑的。我觉得他和牛是融为一体的。再来，快！妈妈脸上洋溢着微笑，哎，看一眼孩子，看一眼老公，好妈妈，好妻子，感觉怎么样？没问题，我属牛的。泽哥，啊，雨泽，我们为你抢到了很多玩具，在家耐心等待，好吧？好，好，我们要挂线了，再见。好，快递寄到泰安去。有机会到泰山去玩，找你们。今天的六组骑士团呢，有三组上场，另外三组呢，这个这一次没有机会登场，没关系，继续支持我们，下次再来把玩具带回家，好吗？同时呢，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更多的小伙伴们赶快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成为骑士团当中的一员。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快乐大巴要继续往前前进了，快乐大巴，五大大大。好的，我们现在要帮小朋友圆梦了。啊，那我们现在再来回忆一下他们每个人的梦想是什么。来，一号，你的梦想是？有个小钢琴。小钢琴。小钢琴，我们还真有。哎、真有。二号，你的梦想是？汽车。汽车。要汽车。嗯。遥控汽车。是真的汽车还是玩具汽车？玩具汽车。孩子真给面。嗯，玩具汽车。来，你的梦想是？冰雪奇缘那个姐姐的裙子。哦，冰雪奇缘里面小主人公的那个裙子。金豆哥哥，哎，我们快乐大巴呀、啊、从圆梦环节有史以来，你看有要钢琴的，对，有想全家一块去迪士尼玩的，旅游的，还出去旅游、嗯、是吧？还有今天三个小朋友的梦想和愿望，我觉得是要求最低的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破例一次呢？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愿望今天在我们这个礼物里面都可以帮他们满足。咱这样，咱公布完分数、啊、咱就宣布他们都赢。好的，来，虽然说咱们当着他们仨面一块说，啊，但我估计他们仨根本谁都没听咱说的。没错没错。行吗？这样一起来看一下
大屏幕。我们将会把第一关和第二关的分数相加，谁的分数最高呢，就成为了本场的冠军。本场的冠军就是二号。那么我们除了二号之外，我们要不然顺带手帮一号和三号也把他们那个梦想实现了吧？因为确实要求不高。钢琴、裙子，还有遥控汽车。钢琴、裙子。哇！三号的裙子。你要说什么，宝贝儿？稍等。哪个？这个。哪个？这里。这个下来，你下来自己选择一下今天我们的小冠军啊，开上去吧，坐上去，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快乐大巴，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是自己的风。